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各位就好歡迎啊，嚟到呢個天地有正氣嘅節目時段啦。咁啊，即係都介紹一下，我係阿東，係我阿輝，係啦。咁啊，今晚我諗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咧，心情相當之沉重同埋悲痛，懷住非常之悲傷嘅心情去開始今晚天地有正氣嘅節目。所以喺開始之前咧，即係我就同阿輝兩位主持人咧，就大家默哀一分鐘，為咗死去嘅科大學生周子樂同學，而家我哋係喺節目直播時段，我哋默哀一分鐘。我哋翻嚟今晚嘅節目啦，咁當然啦，即今日就發生咗一件，即今日就證實咗喺禮拜一嘅將軍澳區嘅一個衝突，一個警民衝突裏邊，一位科大嘅學生周子樂同學就好不幸地，或者係可以話係相當之我自己感覺都相當難過嘅，咁啊就係喺一個停車場嗰度啦，喺呢個廣尚德，尚德啊，喺個尚德一個停車場嗰度，就由二樓跌咗落去平台就斃命嘅，咁即係因為經搶救咗幾日之後啦，咁就今日嘅時間就喺今日上午咧就離開咗我哋，咁就係關於周子樂同學的死，我想很多人都相當之除了悲痛之外，就是感覺到相當之憤怒，因為這件事事源就是因為禮拜一在將軍澳區的一個運動，是一個集會，這個集會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一個警員的結婚，所以就示威者就去抗爭，於是就導致到今次的慘劇。而發生了這件事之後，我們見到的就是香港的黑警三番四次地隱瞞事實，前言不對後語，對於這件事情的始末是不清不楚的，即見到他一如以往的所有的發生的這些這樣的事情，是依然都是，即例如831，例如陳彥霖的事件，例如很多 同類型的事件，到底我們要死幾多少年輕人先至夠？我哋仲要死幾多少年輕一代？我哋仲要死幾多少年輕人啊？你哋呢一班人先至落地獄啊！你哋呢班人先至得到應有嘅懲罰啊！
即係喺發生咗事情之後，我哋見到嘅就係你所謂嘅警察嘅記者會，係啊，不斷係砌詞狡辯嘅，全部嘢都係假嘅，大話冚大話嘅不斷。好啦，俾人哋開頭又話自己喺墮樓嗰個時段冇入過去嘅停車場啦。好啦，俾人踢撚爆啦，影撚到車 cam， 影撚到你啦。今日又講乜撚嘢啊？今日嗰個什麼什麼女督察又講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佢突然間又話：喂，其實我哋有啲程序錯誤啦，我哋係有入到去嘅，但係冇人接觸過喎。一開始就話我哋冇推佢落去㗎。喂，冇人開頭冇人話你推佢落去喎，你係咪老尾？你老母喺鬼拍後尾枕啊？一開始你就話冇推佢落，冇人話你推佢落去啊？係咪？依啲咪此地無銀三百兩咯？而家唔係話證唔證據嘅問題啊，而家係就咁從常理去推斷，從常識去推斷，都知道呢件事肯定又係有問題啦。咁就算唔講呢一樣嘢，我當你真係冇，但係我哋係睇到一樣嘢，呢個係證據確鑿嘅，就係佢哋絕對係有阻礙救護員個阻礙救護車到場去施行急救。當發生咗一件墮樓嘅意外，點解有救護車正前往現場？但係我哋喺片段見到係好明顯有一班防盜係阻住警，係阻住呢個救護車前進噶嘛？呢個係證據確鑿噶嘛？即係你一定係要解釋噶嘛？你點佢跟住佢仲可以大大聲聲話自己冇阻撓，係咪？但係有片為證嘅啦。你要第一樣嘢，你香港警方你要解釋點解你阻止呢個救護車前進，你一定要解釋噶嘛？即係你而家咁樣係謀殺喎，你一咁樣係幫兇嚟喎，呢個係言阻言救援。是不是即是你这个一定他周子洛的死一定跟你香港警方是一定有关系的，是不可能没有关系。无论直接好间接好，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是绝对是引致到周子洛同学的死亡，你香港警察是一定是有关系在里面的，一定是负上责任的，要。是不是仲要見到另外一個車 cam 就見到，即係又話嗱，佢話有嗱公布咗有200小時嘅大約200小時嘅閉路電視片段，因為咧佢即係警方嘅解釋加埋屋苑嘅解釋就佢係旋轉 camera， 所以咧就影唔到周子洛墮樓一刻嘅，你又會影唔撚到嘅，你影到得唔得啊？我都唔撚察想怪你喎、啊。但是你影到佢跌落街得唔得啊？你影唔到啊嘛？點解又影唔到噶？點解會影唔到？冇可能噶嘛？即係到底呢個屋苑方面，呢、這個即係負責閉路電視呢、這個保安部門有冇受到一啲威脅影響或者剪接過呢啲一啲所謂公開嘅片段？係咪？即係呢啲係完全周子洛嘅死就同你。同你警方是絕對有一個不可以即係割裂的關係在度噶嘛，係嘛？我哋而家都唔係話係一定是你做的，但你要徹查個真相嘛。係啊，所以你一定是你仲要徹查。所謂而家你就算而家我話俾大家聽一個觀點就係、是，而家你香港警察係連徹查真相的權力，係連徹查真相的資格都冇啊！因為全香港的市民已經係對你零信任啦嘛，而家呢個民調已經相當之清楚，係0% 信任度的警隊啊！你點查？係咪？你查條毛啊！你連查的資格都冇啊！你中意講乜撚嘢都得噶啦！自從六月以嚟咁多單命案。加上昨日有一單嘅墮樓案，在旺角的一單好嚇，即係係令人髮指的一單墮樓案。無啦啦係一個首先嗰、那個死者是一位年輕人啦，唔知點解係冇著衫啦。點解一個年輕人會冇著衫地喺呢個旺角的鬧市會跳樓？你咁樣諗，你已經知道死因是絕對有可疑嘅，即係絕對是不明不白的，加上即係據好多消息都話，現場其實係嗰個血跡係冇，即係冇見到血跡啦，好明顯，好大嘅血跡嘅。再加上就講翻周子洛嘅問題，而家即係揭露到佢嗰個骨折情況係唔似係墮樓嘅，即係醫院方面咧，亦都即係講佢嘅骨折情況咧，就唔似係一個即係墮樓所造成嘅傷患嚟嘅，所以
這個不明不白的可以講得上，是絕對可以講得上，是香港警察是一定是牽涉在這件殺人事件裡面，是間接害死這個科大的 周子樂同學，是絕對絕對是間接的兇手，香港警察絕對是間接的兇手，這個黑警這個無庸置疑的。所以這件事件是一我們香港人，如果你還是一個有血性的香港人，是絕對不能夠姑息這件事的，這一條人命是絕對不能夠不明不白這樣即沒有了，已經不是說你說什麼831打死人，已經 不說你說是、那些自殺案，我已經當跟你無關了，這麼多離奇古怪的自殺案，哪有這麼多自殺案啊大佬，還要全部都沒有可疑，還要說全部都沒有可疑，你首先 你所有參與這個將軍澳警即是、這個行動的防暴警察所有的指揮官，你就要出來，你就要出來解話了嘛，即你就一定要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是現在問題香港這個最大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警察越什麼東西都是對的嘛，現在即係完全係唔會追究，即係完全係佢所有嘅嘢，無論係任何嘅行動、任何嘅動作、任何嘅嘢，你警察都係冇錯噶嘛。無論從記者會，甚至從呢個權力話你嘅警察都係冇錯噶嘛。咁呢樣嘢就係令到全香港人而家係要繼續抗爭嘅一個最強嘅原因啊嘛，係咪？即係你。經常講什麼什麼止暴制亂係嘛？係啊，呢個好蜚語嘅一個講法嚟嘅。即係呢個止暴制亂係呢個中共提出嚟嘅。你係冇，我想講俾大家聽，係冇香港到今時今日係絕對冇可能止暴制亂嘅。你唔係用緊一個啱嘅方法去處理一件事，你係繼續向錯嘅方法去行，呢、這個只會係繼續。是令到暴力更加多的暴力，你亦都不能夠平息這個局的，絕對不能平息這件事。你想回頭就已經很簡單，已經明白了，在六七月的時候哪有人說私了，甚至我不用說幾年前，就說六七月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說了，為什麼後來去到八九月開始才會出現這件事，就是因為得不到公義嘛，我們喂那些人他任打不生的，打完拍拍拖又走了去，我們就屌你被人打還要被人拘捕，即是你們想清楚，即係權力嘅人，你哋諗有權力嘅人，你諗清楚，喺一個咁不公義嘅社會，喺發生咗咁多不公義嘅事，而所謂嘅執法者係連環違法，係連環犯法嘅執法者，你點可能姑息到呢？係點樣一個正常人都接受唔到噶嘛？呢件事係冇可能接受，因為點解啊？唔係話我隻眼開隻眼閉就得啊嘛！如果你接受咗呢一啲係算啦，我哋都可以 let go 嘅話，如果咁樣都係放過嘅話，我哋仲有下半世仲有幾十年嘅人生要活喺一種咁樣嘅暴政底下，係冇可能噶嘛？呢件事你 let go， 你叫周知樂父母點 let go 啊？而家？我問你啊，點叻哥？你點撚樣賠得個仔俾人啊？屌你老尾！你點撚樣賠得個仔俾人啊？打到殘廢嗰啲，你點撚樣賠翻俾人啊？印尼嗰個記者，你點樣賠翻俾人啊？賠翻隻眼俾人啊？嗰、那個中眼嗰位女嗰、那個女仔，你點樣賠翻隻眼俾人啊？你係冇辦法饒恕噶，香港警察係冇辦法饒恕，係犯下咗連環嘅罪行啊！從六月到而家，起碼過千宗嘅罪行，違紀、違規、違法三違反。完全是違反了，甚至不是說只是法紀的問題，不是違反法律、法紀、法規這些這樣的問題，是違反了人類的道德，是犯上了反人類罪嘛，是反人類的，完全現在是屠殺，現在是謀殺，你這個警察是一個完全是可以說是香港這個地方700萬人的恥辱，你这个所谓当日星期一结婚那个什么警察，我现在就诅咒你绝子绝孙，
兄下個月就離婚，屌你老母，你老婆即刻屌你老母，同人紅眼出場，跟佬走，同你嘅同袍搏嘢，跟佬走，屌你老母，私通你嘅同袍。喂，我講真，而家都可能有私通啊，你唔撚知嘅啫，你仲戇鳩鳩娶撚咗個公廁都唔撚知嘅，點撚察知啊？睇咗個樣子出嚟啦，係啊，屌你老母都唔撚係好人嚟噶啦，個女人個樣子，屌你老母點知有冇同你啲兄弟搏過嘢啊？係咪？我捉你六毛，屌你老母嗰個差佬，六毛帶到腳趾尾，生個細路都唔撚係柒係你嘅，屌你老母！我用最惡毒嘅詛咒，屌你老母！不得好死，長穿肚腩，冚家產你呢個咁樣嘅，屌你老母！結婚嗰日嗰對男女，嗰對狗男女，我捉你兩個，屌你老母！搭飛機遇空難，出街俾車撞撚死，你點撚樣賠翻個仔俾人啫？而家仲有啊！香港法例是哪一條例可以讓警察結婚可以出防暴的？為什麼警察結婚可以出防暴？誰調動？誰指揮官調動？那以後是不是每一個警察結婚都出防暴？是不是？這些是不是浪費警力？是不是浪費公帑？這麼多個警察出場，你這些建制派最喜歡說公帑的了，使撚咗幾撚多公帑，係咪以後所有差佬結婚生仔擺滿月都係要咁撚樣？係咪？即係呢件事係人神共憤，而家警察嘅暴力、警察嘅濫權已經係去到一個世界都不能夠接受、全香港不能夠接受、係人類都不能夠接受嘅地步。你哋仲啲嗰班咁嘅撐警、嗰班咁嘅警察，仲喺度屌你老母臭閪，嘻嘻哈哈，你仲喺度屌你老尾，開埋曬記招忽悠我哋，屌你乜忽悠香港人、忽悠啲記者，係咪？即係我覺得第一步。記者就一定要在4:00有行動，我亦都讚揚嗰一日有份示威嗰六位記者，即係紫警嗰句口號係咩啊？咩紫警咩紫警方咁樣嘅，即係係啦，方言個方咁樣嘅類似，係咪？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嘅，你而家一隊完全失控嘅警隊，同一個完全失控失效嘅特區政府，你點管治落去啫？冇啊，其實你睇到嗰啲人都話，成個社會政府架構係完全係失去咗管理嘅。即係你見到政務司長佢又講唔即係講啲嘢，這個警務處長又唔會理佢，跟住警務處長佢下面啲副處長又唔撚理佢嘅喎，而佢指揮官又唔聽上面指定，再搞前線嗰啲，因為我哋都睇過啲片段都有啦，個指揮官喺度叫前線，喂你唔好衝啊，跟住佢就唔撚理佢，繼續喺度亂鳩咁跑嘅喎，根本係全個政府架構係已經失去咗一個控制嘅，唔係已經係失效，而家你呢個政府已經係完全失去管治嘅功能嘅啦，已經係冇咁嘅能力去再繼續管治落去嘅。無論你習近平再講啲乜撚嘢嘢，你林鄭政權你咁不能夠再管治落去，你呢一隊警隊係一定要重組啦，本來都唔使嘅，係咪？但係而家發生咗咁多事，再加埋周子樂事件，你係冇辦法加埋之前陳燕霖事件啦，當然仲有，係咪？你係冇辦法繼續行落去嘅。你叫香港人點撚樣可以活喺呢一班咁樣嘅警渣管理底下啫？即係冇可能噶嘛！你就簡單就係話，我假設突然之間嘣一聲，我真係全部人完全唔出嚟啦，真係好似你話齋止暴制亂啦，冇啦，完全冇堵路，乜叉都冇啦。你覺得我哋仲會可以繼續管治到落去咩？所以即係有好多個説法嘅，即係例如而家你俾警有啲人就話有啲時事評論員又好，即係學者又好，你而家咁樣俾警權做大咗，其實就係對特區管治嘅最撚大嘅影響，亦都破壞嚴重破壞咗香港嘅整體嘅嗰個系統嘅。即係如果個管治系統其實已經，就算我退一萬步，而家冇任何嘅示威衝擊，你都不能夠管治落去，因為你警權已經係過大，而且呢個警權係放咗出嚟，亦都係收唔撚。
揾翻。如果你睇下而家懲治警隊會點，係咪？啲警察咪將陀槍示威咯？係啊，即係上個定再上個禮拜誒嗰個無線嗰個咩講清講楚啊，就請咗阿鄧炳強上去，佢咪話咯嚇誒，如果成立獨立調查，唔排除全部陀槍出嚟示威㗎。嗱，佢而家係兇緊你啊！即係你諗下，一個警務處嘅番閹副處長。你竟然可以講撚得出咁嘅説話，而你個社會係竟然唔撚理佢嘅喎。你主流傳媒，你屌你唔撚啄住佢問，任何嘅文明社會呢啲都係大事嚟㗎啦。你一個警察副總長，你可以講一啲咁撚樣嘅説話嘅咩？係咪？即係而家咪擺明揾支槍指撚住你林鄭月娥咯，好簡好撚簡單，指撚住你張建宗咯。咁你呢、這個？咁你呢個咁嘅所謂政府，你談何威信啊？好撚多人，即係好撚多人就會話：喂，唔係啊！屌你，止暴制亂之後啊，就會懲治警隊噶啦，乜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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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係唔會發生嘅。就算止暴制亂，第一林鄭呢、這個政權張建宗呢班咁嘅撚人，係一定唔會懲治警隊噶嘛。佢自己仲有冇得坐都成問題啦！呢班撚人，佢哋咁樣，即係你見到佢哋嘅軟弱同欺善怕惡。係咪？其實這個所謂的林鄭政權講到底，再講直接啲就係無能噶嘛，無能而治啊嘛。點解啊？無論佢搞乜嘢都唔成嘅，係咪？搞乜都禍嘅。搞乜都禍嘅。第二樣嘢就係發生問題係唔會去處理嘅。而家香港發生咁大件事，竟係點解會發生咁大件事？係因為你政府無能啊嘛。然之後就令到呢一啲警察喺度濫權，喺度發泄，每一日都係暴力咁發泄，將自己嘅工作怨氣又好，工作壓力又好，發泄喺示威者身上。所以我唔係屈鳩你嘅，所以佢哋捉親嘅全部都係老弱，全部都係弱小嘅細路仔、女仔、細路仔，係咪？即係。你想想鄧炳強講呢啲嘢，簡直就係要挟政府、要挟中央，係咪？即係你講要挟中共，你講呢啲咁撚樣嘅嘢出嚟，你個社會係冇反應噶。你啲所謂立法會議員去咗邊咧？係咪？啲所謂嘅傳媒又去咗邊咧？不過其實又唔怪得咁多嘅，因為呢成今個禮拜係連環連環地發生好撚多令人哋好撚憤怒嘅事。從上個禮拜六日，即係我唔喺香港啦，我去咗台灣啦，就上個六日已經開始，即係你喺修頓球場嗰度叫曬啲女仔跪撚曬喺度，然之後一個搭一個，你個拉雞啊！我屌你老母！呢啲係乜撚嘢手段啊？是要證實他有反抗的意識，你才可以這樣做的嘛。現在根本誰搞到香港無法無天啊？誰搞到香港無法管治啊？誰令到暴力升級啊？現在我們見到的就是警暴升級啊，是警察的暴力不斷升級，令到示威者是反抗啊，是不得不用暴力去反抗，不得不以暴抗暴，完全是以暴抗暴，即係所以我哋唔應該跌入嗰個話語嘅圈套裏邊。係啊，就有啲人話：哎呀，示威者都好暴力啊！示威者都好暴力啊！喂，我哋係自衞，係以暴抗暴啊！你見唔見到警察嗰啲暴力係令諗到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年輕人而家係咁樣嘅情形？而家仲要搞出咗人命！你完全是因為你這個狗男女結婚，所以有一班防暴，有一班防暴就令到周子樂就是墮樓。到底現在他是不是墮樓，還是壞掉了他再丟下去呢？是未知的。那誰可以查？有查案能力的機構是警隊嘛，但是你警隊是零信任，那個邏輯就是沒辦法查咯。而家就係冇辦法查，所以香港人而家喺呢一個咁樣嘅情形，可以點啊？只有繼續抗爭咯，抗爭係唔會停嘅。冇錯，係咪？即係有乜可能止暴制亂啫？冇可能啦、啊！呢件事止乜撚嘢暴，制乜撚嘢亂啫？係製造亂，嗰個制亂本身就係你林鄭特區政府加埋呢個特區公安啊嘛，加埋呢一幫嘅警隊，就係製造所有混亂嘅源頭啊嘛，從六一二開始噶嘛。
所以從六一二亂拆咁射催淚彈、亂拆咁開槍開始噶嘛，成件事你點可以本末倒置嘅啫？你能夠制真係好似你話齋止暴制亂嘅，你解散咗個警隊咪得咯？你最低最低消費，而家都係要重組警隊，唔係話要嗱，即係咁講，我好撚實際嘅，即係我人好撚實際嘅。你話解散警隊，你就冇諗實可能嘅，係咪？但係一定係要重組警隊，即係要學彭定康嗰招，你甚至要改名，不能夠再叫做香港警察啦，唔該，係咪？叫香港城管啦，直接好冇？香港公安咯，特區公安咯，你咁撚中意大灣區係嘛？咁撚愛國，特區公安咯，叫做以後好冇啊？著埋曬公安嗰啲衫咯，屌你老母臭閪！啊嘛，即係你整治警隊，整治警隊已經成為刻不容緩。即係而家再加埋一條人命，你冇辦法放過佢噶，香港人。就算。即係好撚吊鬼嘅，其實件事你而家見到香港人越嚟越攰，面對呢場抗爭，係咪？即係越嚟越攰，係咪？每個禮拜出嚟嘅人數都我哋都睇到係越嚟越少嘅。係，即係你見到你如果俾佢哋收效，俾佢哋咁撚樣收效，咁你咪活該，你哋香港人咪活該俾佢哋恰鳩咯，活該俾佢哋屌你啦乜咁撚樣統治你咯。而家講乜撚嘢啊？而家習近平同阿對住阿林鄭講乜撚嘢啊？林鄭又啱撚曬啊，做得好好啊，止暴制亂做得好好啊，做得大量功夫啊，兼且啊讚揚香港警隊執法機關啊，兼且喺四中全會對港政策嗰度已經講撚到明啊，係咪？即係又話要搞嗰啲咩啊？有一句嘢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啊。其實我哋都好明顯睇到呢啲都係死撐嚟嘅啫。你諗下，如果以中共一貫嘅對於針對呢啲咁嘅暴亂、所謂暴亂嘅手段啊，就例如幾個月前，即係基本上都係五月啊，唔記得啦。武漢咪有試過嘅，話起唔知化工廠定咩嘢，跟住坦克車都唔夠兩個禮拜啊，個零禮拜就收皮啦。你而家搞咗幾耐啊？香港，所以即係你一路咁撚樣。搞下去香港這一場運動、這一場抗爭是不會停止的，是啊，沒錯，所以其實他們現在都是死撐的。你想想，作為習近平心目中想著，喂，林鄭你一個月搞不定，兩個月好沒有，三個月、四個月、半年都接下來搞不定， 你覺得他還會對他有任何信任嗎？其實不可能有的了，只不過現在根本就是焗撐，你蒙面法已經不可以放他走了，即是很多事你不能夠放他走了。你班人你今時今日還可以厚顏無恥叫，即是你這班人還可以厚顏無恥叫人家搞區議會，即是我真的想不通的，真的我真的看不通的。現在真的那個憤怒已經是不已經是香港這個局面，我告訴大家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現在是不能收拾的局面來的，是沒有辦法去收拾的，是不是？所以我們很有建設性的，我就很有建設性的講說話，是吧？如果你中共你港共政權你想止暴制亂嗎？你出你即刻跟警隊割席，可保平安。我跟你講，如果你林鄭可以大刀闊斧，係咪重組警隊同警察割席咧？止暴制亂先有冇？如果唔係咧，嗱好容易啫嘛。啲警隊你啲僆嚟嘅，係咪？你揾一兩個制旗，插鳩一兩個指揮官逃揮啊！嗰啲兩個鬼佬掟佢翻英國。係咪？跟住捉幾個屌你老咩開槍嗰、那個，你懲治下佢，捉幾個出名嘅懲治下佢，係嘛？咁你就你總之你肯同警察割席咧，嗱分分鐘林鄭有得做啊，係咪？你血債血償叫翻啲差佬屌你老母拉柒曬嗰啲差佬咧，或者即刻同佢割席咧，嗱你點啊？我話俾你聽。唔係，其實都唔需要咁忌諱㗎。係啊，中共如果你肯當你嗰啲咁嘅垃圾警渣嗰啲狗，你當佢 condom。剝擦咗只狗嚟食，屌你老尾！你中共係嘛？即係喺必要時出賣警隊咧，嗱你係搞撚得掂噶啦，就可以快速止暴制亂，即刻少一半人出嚟示威，都唔係稀奇嘅事啦。你諗下，例如之前七警啊、朱經緯嗰啲，佢哋咪一樣捉咗出嚟制旗，你而家一樣可以做呢樣嘢噶。係啊，咪就係咁啫嘛。即係你而家做嘅，你唔好冇得等嘅，即係冇話咩。
你成日講，即係你講共政權，你成日講話，誒、哎、等誒、好啊，你哋停咗先啦，你哋唔示威啊，你哋唔示威，我先至咩啲先啲嘢先搞。你冇諗癲啊！屌你老母，打緊交你叫屌你咩？你撤咗軍，我再同你慢慢傾，你戇鳩㗎。冇可能啦、啊，就係、是、正正因為個運動繼續緊，你先肯講嘢啫嘛。唔係放少少就而家少啲人啫。你睇下，屌你老母，林鄭個眉飛色舞個閪樣，我屌你老母！今個禮拜見撚完習近平，仲喺度貓哭老鼠嚇、啊。周子樂同學出咗事，佢仲喺度講埋曬啲我都感覺到悲傷。我屌你老母！香港而家点解会搞成咁啊？系因为你林郑月娥啊嘛，大佬啊！你有冇咁捻荒鸠？你有冇咁捻荒鸠谋啊？你系真系荒谬到极点噶！你香港人，你冇可能再坐喺屋企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冇办法再可以仲系坐喺屋企当冇事发生，有啲年轻人继续去送头，继续去死，呢个冇可能噶。咁所以其實例如即係阿周同學係今日過身啦，咁其實我哋今晚呢一刻其實已經出邊周圍都係烽煙四起嘅啦。係啊，冇錯。頭先咧，我影嗰段咧，我影嗰段咧就係喺旺角九點二三到嘅現場，咁我八點半到八點三四到落到去現場。咁啊，現場喺彌敦道咧已經有人士咧，有小朋友，有啲學生啊，著住校服添啊，好多都。咁啊出咗去就一路點蠟燭啊，有個集會啦喺豉油街嗰度。冇錯。咁就後來就出咗馬路就點蠟燭啦，就亦都有一塊黑色嘅橫額啦啊。咁其實唔止喺旺角區啦，當然沙田區啊。沙田啦、啊，將軍澳啦、啊，銅鑼灣啦、啊，好似甚至香港仔都有我見到。咁嚟緊呢兩日亦都大家都知道係必然係會有一啲即係更加強力嘅衝突，即係你而家見到用呢一班咁樣嘅黑狗，呢一班人係咩人嚟㗎？係一啲智商低下、弱撚智、四肢發達嘅垃圾嚟嘅啫嘛！貪圖佢入職好入職多錢有宿舍嘅一班完全不正直，完全係一班徇私枉法。嚇、啊、嘅一班所謂嘅分子嚟嘅啫嘛，烏合之眾，烏合之眾嚟嘅啫嘛，係咪？咁你而家俾呢一班咁嘅烏合之眾，俾呢班咁嘅近乎係社會著制服嘅社會垃圾，去繼續把持香港，你有乜嘢運行啫？你所有資產都冇撚意思啦，你啲有錢人你都冇撚意思啦。是咪？即係你哋容許你哋嘅香港係變成咁啊？回復翻冇辦法回復噶啦，唔該你哋醒下，香港係翻唔撚柒到去以前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個運動咧，即係成個運動其實好多時咧，即係而家發展到今日咧，好多失焦嘅地方。所以我下一節咧會同大家講一啲即係比較有建設性啲，大約係大家應該循邊幾個方向去思考。轉頭翻嚟見。